喂，我是小宋老师。现在什么时间点？现在是2016年的1月份的元月份5号。今天是周二啊，是现在上午大概11点46分左右。再过一刻钟要正午是2016年1月5号，是星期二的早上11点46分呢。我们看现在画面上这几个录音档，小宋突发奇想用方这种方式把录音档。不用加图片就上载到是 YouTube 上面去。OK， 上面第一则是矿物，这上面有写时间点的，2014年8月21号，好像跟杰克讲的，是不是？一共五步，我们听听看。OK， 看是看了没有？看了。看什么路啊？好，可以吗？开始。哎呀，2014年。8月21号，星期四的下午5点26分。Kissman 那边，杰克在这边。杰克要跟我讲，你谈矿物学嘛 ，mineralogy。结晶学太难了，太专业了。结晶是很新的科学的 ，crystallography 很难呢。我知道俄罗斯人是先驱。就是塔拉的，可能最早不是俄罗斯，可是后来俄罗斯在很大块，俄罗斯科学家，我开大头的 crystallography， 图书馆里面很专业 ，crystallography 很就被人看，活活一大坨，好几十是100册，俄罗斯人编的。你对矿物学，你对哪个矿物有一概念？哪个矿物？你看随便翻嘛，就看 crystal 吧。Crystal， 你好啊！今天讲 Crystal 很难的啊，矿物大概的概念 Crystal， 那一页怎么看英文？随便讲一个漂亮的英文怎么讲？用一个 Morocco。Morocco 那怎么没有拼？有拼 ？M O R O C C O。M O R O 不对呀 ，Morocco， 摩洛哥，北非西北非的摩洛哥。它产什么？哦，是摩洛哥，是它产什么？摩洛哥产什么？那个什么矿物那个 ？B A R I T E。B A R 哦，好意思 ，Barite。B A R 是好意思。来，还讲什么资讯 ？B A R T 是什么资讯？B A R 就 Barite 啊 ，Barite 很多嘛，看标题就知道标题。Barite 摩洛哥之外呢，还不止摩洛哥吧？他这边只写摩洛哥。是啊，摩洛哥，我到摩洛哥进口的化石到台湾来，古生物化石，鲨鱼化石就有，鲨鱼牙齿的化石，我在那个台北馆那个时尚博物馆里面的那个 gift shop 上面看到好多化石的，这鲨鱼的摩洛哥出来的，摩洛哥产很多化石，看摩洛哥有个山，知道什么山？摩洛哥是在这边西北非吧？上面是直布罗陀，上面是西班牙，现在是摩洛哥。哎，讲摩洛哥，卡萨布兰卡，我记得，那个北非的，那个早期的卡萨布兰卡很有名的，好莱坞那边还黑白片，卡萨布兰卡这首歌好有名哦，因为什么片？不好拼不出来，卡萨布兰卡，北非的卡萨布兰卡那个城市，什么时代？那个电影什么时代？二战左右哎，对吧？那个一美国了，欧洲了，穿着帽子，那个时候很漂亮，西装帽，然后西装笔挺嘛，也是个企业家嘛，那时候坐在吧台，那就吧台，欧洲的美国吧台，头，然后有时候发现是酒馆，反正跟二战背景，北非敌影。今年北非我们概念，那是应该隆美尔时代了，是吧？那个不晓得，这个是我直接点，我不晓得怎么连接不隆美尔啊，那是北非，那个摩洛哥哎，什么时候什么人的势力范围？如果说二战，西北非啊，旁边是利比亚这边好，摩洛哥，然后呢，像什么人的范围？是隆美尔二战，德国、英国，对吧？西班牙下面。知道吗？我一般听到这个北非很多地方是法属的，知道不知道？是吧？像利比亚是法属啊，很多嘛，法国。哎，那叫什么？那个叫什么名字？利比亚好像还有城市，这叫什么？
地表航行发二级呀，发出 RGALGI， 而且是在利比亚航，利比亚是格达费狂人，格达费哦，格达费狂人后患。二级法国没问题，法国在法是法国吗？法国还是西班牙？法国是法国，法国，法国那个时候有，是啊，那法国是啊，但是二战之后了吧？是，那是不是有那时候独立还怎么样吗？是啊，那发生什么事？你现当代了，现当代了。是有阿尔及利亚是么独立的，还记得吗？没有概念。但是你看北非其实是二战时候，这后期啊，他们准备独立了。是阿尔及利亚还是阿尔及利亚？不是 Algeria， 阿尔及利亚 ，Algeria 是北非的，阿尔及利亚 Algeria， 是啊，那他们的概念，那个北非那谍影嘛，谍，基本上不是美苏之间，那基本都二战的了，不是谍，谍对谍。他什么来？好，那个好，摩洛哥，摩洛哥旁边有很大的山哦，那个山跟神有关系，巨人，哎，长巨人，就那个，我一直要巨人那个巨人，那个我一现在想到，我一直记，现在想到，我有 giant 就那个巨人干嘛？那个山那个巨人名字，五下，我一直想很稀，想 giant 那上不是讲 giant 的吗？想不想哪一个神，哪一个家伙那个人？看地图里面有他，地图，是古代地图画他。很多国地画他的干嘛？咱就知道，国地有球出现了吗？球，地球出现了吗？出现了，背在下面，背在下面是吧？背在下面叫谁？那个地图不是地图英文怎么？因为地图英文怎么讲 ？Map 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地图集呢？是有这刚刚有看到。就是 Atlas 啊 ，Atlas 那个神啊 ，Giant Atlas 是 Atlas 昨天地球啊，把地球背是啊，那就是 Atlas Giant 的吧？那是 Giant， 我印象成 Giant 的艾特，好，摩哥那个山叫亚特拉斯山，艾特是那个字，亚特拉斯山，摩哥那最大的、最长的，亚特拉斯山，那个摩哥那很有名哦，摩哥很有名，摩哥我只知道那个最厉害那个，全世界最厉害的谁？比唐三藏还有，比马可波罗还有，比 Shackleton 还有，比谁好？那么大旅行家知道哪一个？郑和比郑和小咖啦，郑和小咖。啊，唐三藏小咖了，那个薛寇的小咖，马可波罗小咖，那大咖那边摩洛哥出来的。哎，讲个，其实是旅游家，如果马可波罗小咖，郑和小咖，薛寇的小多小咖，来讲个大咖。麦哲，是航海的吧？啊，如果陆地上大咖，麦哲鱼海上陆地上比麦哲早几百年。郑和比郑和还早，比郑和还早多。啊，从摩洛哥出生什么事啊？阿拉伯世界回教，他到西走摩洛哥，经过埃及，东到中国，到南非，整跨后中世纪最伟大，世界最伟大旅行家，摩洛哥出生的，一本白图塔，我讲过，一本白图塔，就我一见有一本白图塔，整跨，唐三藏算哪咖？马可波罗算哪咖？等后到中国摩洛哥说摩洛哥，摩洛哥是摩洛哥，摩洛哥就不太不叫摩洛哥，摩洛哥后来的 Maghreb， 很奇怪，误解 Maghreb， 怎么忘记了自己 Maghreb 四个摩洛哥是个误解，他自己的错误，笨摩他们摩洛哥。你说铁达尼号对不对？铁达尼号，我还记得铁达尼那部影片里面，旁边出现一辆游轮的，一样大的游轮，那个名字。铁达尼 Titanic， 铁达尼是他的名字。另外一艘很大的游轮在旁边经过，我看到上面是 Mauritania， 毛利塔尼亚。我看到我是在看那部片嘛，就他好像好大的游轮，毛利塔尼亚 Mauritania， 我看到这又是你看没？我看摩洛哥旁边城市国家毛利塔尼亚，你看到毛利塔是摩洛哥旁边的国家毛利塔尼亚。在想他们这个有概念吗？那个实在是摩洛哥，这是北非那个国家，是吗？好大一块，比摩洛哥还大。那旁边就是摩洛哥，摩洛哥上面，它在旁边，毛里塔尼亚，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流叫毛里塔尼亚，不晓得，好大一个毛里塔尼亚，毛里塔尼亚就非黑人国家，非洲的，毛好大一块。不过西北非最大的就是毛里塔尼亚，接下来在摩洛哥，它接近直布罗陀。你说哪一艘啊？
哦，不是，我说铁达尼号那时候，那个部电影里面啊，有一些游轮出现，很大了，巨轮呐，在港口里面，不是有进行说港口进行说。